北京车展引发的肉展、乳展风气蔓延全国，每每车展在某地举行，必因车模的暴露出位而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。成都车展引发的肉展余温尚未消散，九月海口汽车展接力上演乳展，裸身的车模身上画着各种漂亮逼真的图案做衣裳，身上绘着梅兰竹菊蝴蝶等图案，引得观者如潮。观众打趣地说，在欣赏皇帝的新装。人体彩绘虽然是个外来货，在国内已经见怪不怪，经常被用于各种商业促销中。在国内更多的彩绘活动其实是打着艺术的招牌，吸引眼球的商业噱头而已。